关晓彤拍戏被偶遇真人又高又瘦美腿吸睛，被赞生图比精修还美。近日，关晓彤正在深圳拍摄电视剧《二十不惑二》，有不少网友都晒出偶遇关晓彤的截图。拍完戏后，关晓彤拿着棉袄御寒，一旁还有助理贴身跟着。关晓彤一会儿站在原地发呆，一会儿跟助理有说有聊有笑。高糊涂，腿也太细了吧，好羡慕，生图比精修好看。关晓彤的生图每次都比精修美太多了，生图比工作室的精修图好看多了，好看，冷艳的美女。想当年，鹿晗高调官宣自己女友表白小七岁的关晓彤，一开始二人的恋情不被看好，这些年来，没想到他们的感情非常的稳定，鹿晗非常专一，关晓彤也很认真。其实他们官宣恋情后，很少高调秀恩爱，大多数时候是低调享受恋爱的美好，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，到现在像老夫老妻一样，真的狠狠打了那些曾经不看好他们爱情的人的脸。